許冠傑先生。三去。我哋呢班打工仔，通街走隻直頭係壞腸胃，搵嗰些小肚脱低點夠細，確係認真失敗。弊波士玉啲法规，一味喺树系唔系就乱嚟废，挨亲架身犯贱拉起恶体，扭下计你就认真开胃。做到赤色咁嘅样，湿水炮仗点会响？够胆啊揸枪走去抢！想话攞翻足八两，家阵恶品食，边有半斤八两咁理想？我哋呢班打工仔，一生一世为钱币做奴隶，嗰种辛苦折堕讲出客贵，咪话冇乜所谓。不是话没乜所谓。